秦琪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。为什么呀？不是说好了我跟全全送你吗？我怕你们来送我，我就不舍得走了。太遥远了，却记得你呀。你要是舍不得的话，你早点回来就行了呀。知道了，我说过的话什么时候不算话？心琪，我很爱你。我也爱你。